各位，今日我想你哋做一个关于香港价值嘅专题，我哋嚟探讨关于香港独特嘅价值。好嘅，之后睇下你嘅专题系点样。做一个科研嘅人物啦，咁我哋讲关于我系一个不善与人交际嘅学生，每日嘅生活只有枯燥嘅上落堂。找出香港的价值，这些题目真的在我头都大埋了。咁样落去根本做唔到专题。今天再找不到就算数了。又是昨天那个人来喎。